念口腔，我拢无啊。哎呀，我拢无。不认得啦，你都帮他按你，是啊，对不对？那些老棍哦。该抓的地方要抓一下。老来示范一下哦。安了，顶个空了。安了，哦哦哦哦，不怪空姐直直叫。啊，那个筋骨痛。有你真好。今天我来，我觉得我好开心，而且也很放得开呢。我进前来，敢那拢做正经的吼，阿袂。露出我的本性，我在台湾大歌厅的节目哦，真正是又哭又笑。刚刚粘了我的假睫毛，还飞了呢。哎，等一下大白熊要帮我处理一下，万一我的睫毛飞了，你要帮我补起来。很多很可爱的河豚是长四方形的，没有，它没有四方形，它有四方形的，四方形的河豚吗？变成四方形，它不会，不是，它是有的是四方形的，可爱。有毒吗？没看过。有还是有毒，就不能做沙西米那种。不行，因为它就这么小只，你做什么沙西米啊？该不会去情况市场说，哎，我要一条穆拉，请帮我去头去尾，明天再帮我刮一刮。对，鱼骨头抽掉。对对，好，内脏帮我拿出来。对。哇，对啊。然后这个，因为天气冷，它也很感冒。你就是保温效果，就是先穿在鞋子上、脚上，然后穿穿再把它套上去，解刀郎就把它包起来，把它包起来，解刀郎就像是包你的手。哎呀，它这个包有一个口，口有没有？然后这个一按，像是袜子，就可以喝。哦，会臭臭的吗？整个，这新的啦，整个解刀郎被包起来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